这只是一个零食。 Hello, big boy, big boy. 清理一下，看一下脚步了。看起来，你看它像人的鞋垫一样，这个这一层这么厚，就好像鞋垫一样。这一层，所以说比较不厚了。这一层都对它没伤害了，在那里。但这些就像现在这样看，它也是属于正常的，因为经常走平路。但这些呢，我们就防止它腐蚀进去，所以呢，定期就要修理一下。